心无上有你来听声一世人，咱就用伴着春夏秋冬。上流时代，让你替我打罪，我看大部分拢会同情亲杀，爹把酒不好，那是让人破罪，上最慢是关几年的出来。要不过我无讲，我是律师，可是为了安康避免，提醒家己打劫，我那让破罪一世人的乌有去啊！小柔，委屈你啊！永浩，小茹安尼讲台戏，是不是让判死刑啊？小茹无杀人啦，小茹绝对是冤枉的啦。伊今日确实嘛有三长两短，我嘛袂话啦。兰姐，兰姐，你莫安尼啦，莫遮激动，吼，咱要相信小茹，伊绝对无杀人，我嘛相信法官一定还伊一个公道。好，兰姐，虽然即摆要唔知影小茹是不是冤枉的，要唔过。但也是要等有一个结果，才来讨论要怎做。尤其，我和你实在侪年啊，我唔捌救你。这摆无论安怎，你也想办法来救小茹，好不好？我拜托你。当然啦，这件代志我一定会斗三工。啊，永和，你是律师，你紧想办法替小茹脱罪啊！阿姨，你是在讲啥？小茹台戏是永和的亲大姐呢，永和哪有可能替小茹拍官司啦？永和，永和，兰姐救你好不好？无论安怎，这摆你阿妈都爱救小茹出来，好不好？这摆唔当好哟。小茹的妈妈失去伊唯一的查某囝，好不好？永和，我拜托你。兰姐，拍死。小茹伊犯的是杀人罪，我把我都给你保证下，要么你放心，我会去找伊了解案情，看有啥物所在需要斗三工的吧。永和，永和，我拢唔爱法律，小茹的代志麻烦你啊。我相信你是清明啊！阿婶，阿婶，我们移送地点。妈，你一定要救我！没事，你一定要救我！你别讲话，妈来救你，妈一定救你啦！这个月生意比顶个月搁较好呢，嘿，安尼就准则将开转来，对我嘛无啥影响啊，啊，等到是花愈来愈旺呀。最近敢若运势袂歹哦，归去替家己啊卜一下卦来看卖。
这是水风之卦，坎卦在上，顺卦在下，啊，拢无变卦。虽然是上好的卦象，还唔过嘛是袂歹啦。细牛佮带车仔，日升往上两线，这是代表我要开始行桃花哦。感情方面愈来愈旺呢，桃花运。将导游哥你无？哎呦，非礼勿视哦。人咧无用吼，咱两个人。哎，他有可能是地主啦。还讲两个熟识遐尔久啊，也毋捌相拍电话啊，这是无可能，无可能。食到这火头，就是爱享受啊啦，搁找什么头路？哎，你唔知啊，等你啊，别等，来，是啊，阿你咧破卦？对啊，啊，大哥呀，都嘛爱替家己破一下卦，看一下吉凶，看爱注意啥，啊无，一日到晚替人算命啦、解运啦，啊，我家己哦，嘛着爱少注意一下，看有啥物爱逢凶化吉的无啊，哈，哎，要啉茶无？啊，别麻烦，别麻烦，啊，厝内最近有较平静吧？有啦，我照你讲去做啦吼。那么处理是加做平静啦，袂规工安尼吵吵闹闹啦。是讲，过去年我虽然是搬出去啊，嘛是同款的遐麻烦。你是过遐再麻烦啦？都讲啊，要去新梅迄个工厂边啊去做什么发挥啦吼，啊硬要甲明德带去啦，啊结果烧金纸的时阵，刚啊厂房烧去啦。啊？这两千九磅？哎呀！哎呦！啊，系啊系啊！哎，迄个发挥是我教因去做的呢。哎呦，我嘛是无法度，我互因如家，我就只好教因一个这弘扬化解的办法。我特别有叫因来注意，讲啊，若有点火吼，一定要做细腻。啊，伊是安那个咧用啊，火烧厝啦！哎呦！即马听阿婆就讲，迄个火是明德去烧的啦。不台阮阿兄哦，即马为着明德，都要赔人1200万。老师啊，咱来真严重咧。孙女啊，那背到迄个白毛，那要来找你创啥？你又莫插伊啦。真正世界人无放假赛一顿。我知啦，这一摆我就惊着，他有可能搁有第二摆。那上好，因两个以后拢莫来找我。啊，是讲吼，我对阮大家即马是较歹势啦。那不是为着各位阿婆关系，嘛袂去连累着伊。哎，你嘛无法度，啊，代志都发生啊。啊，我看，我爱找一个时间哦，去恁祖厝遐去看卖者。哎，对，拄只恁入来时，我听到恁在讲什么？找头路，啥物找头路？无啦，是我啦。你要找头路？哎呦，那逐工咧用钱钱咧足无聊，你知毋？啊，规工坐咧爿厝，坐到人都要冻戆去啊。孙女，啊，你嘛小可考控一下，食到这火头啊，无人要请伊啊啦。无试过，袂变哪请啊啦。逐工看迄几个囡仔，为了我这物的问题，安尼不时咧冤啦。嘛是足无尊严的，对。唉，安尼讲嘛有影啦。啊是讲吼，好歹你嘛是做过楼主主委啦。啊，无到即阵，啊，搁会叫你是一个村长手，讲起嘛足悲哀啦。所以我毋知会想要找一个头路，哦，安尼就免哦向遐个囡仔伸手摕所谓啊，对。唉，你唔当诶，你真正有影是落落命呢。啊，厝人好啊，享受你无啊，啊一定爱去外口安尼吹风晒日哦。落落命嘛，得有迄个命，对唔？我逐工咧厝现报纸，现来现去，现来现去，拢找无啥头路。哎，婆，替我算看卖咧。好咧，无哦，我就替你卜一下卦，看你敢晓事业运，好不？好，好，来。
安那，有什么好机会吗？有呢，啊，你还够输日本哦？有，而且啊，这输日本是伫个东南边，你若往迄个方向去，你会得到桂林上座。东南边，东南诶，啊，等下时阵，咱就先往东南方来散步看卖，无你讲拄到啥物机会咧，对唔？如果你等下出发用用啊，吼。好啦，迄若讲着头路代志哦，足骨力。阿姨嫂，啊，是泡面，来我看下看。啊？哦，简单食材煮好料。对啊。阿姐呐，你好。红烧狮子头，阿姐，五斤长旺。哎，孙女啊，阿你是啥物时阵对煮食有兴趣？无啦，我哪有可能对这有兴趣啊？还是多要学些烹饪老师啊！啊，我想讲哦，我都是三餐老师在外，一安尼食一定无健康个啊，所以啦，请教讲，看我当然简单煮，啊，对，做好食个料理无，啊，伊就用一块师傅给我啦，当然帮助啦。烹饪老师啊，哎，阿阮家小明甲明明讲嘛，去上烹饪课呢，啊，你讲讲讲讲，老师。同一个啊，啊，就是迄个老师啊。哦，这个老师叫做阿香啊。哦，贤惠、温柔，佮足大方的啊。人看人娱乐。哈哈哈！真的啊，你去傻掉啊！吼吼，一讲娱乐。哎，小戴，小戴，阿哪呢？阿公钱没安怎啊？你莫好别讲哦。迄若要讲三条，是恁国华甲小平去三条，因哦一直想办法要甲阿香老师甲福清啊两个人杀做对呢，真实的哦。当然咯。福清来上阁娶一个无，安尼咱国华甲小平唔就咱搬倒来甲咱住啊。安尼想也是对。阿公你好。阿公老师。啊，咱只拄啊好啦，啊，拄只在讲你，今日水来啊。歹势咧，等得无用哦。无啦，这是老朋友咧开讲的啦。哎呦，我来介绍下，你是阿香老师。哦，啊，这两位吼，都是明明的爸爸妈妈，啊嘛是小平的大哥大哥啊。林先生，林太太，你好，我叫做赖玉香。哦，你阿香老师嘛吼，有啦，这个真的有介绍啦。啊，林先生，林太太，恁的查某囝吼，甲新妇足贤惠嘛，足乖巧的呢，恁吼实在是真好命哦。无影啦，你唔感恩啦。我讲的是真实啊，恁免歹势啦。我看伊两个哦，在做代志的时阵是足认真的呢，我相信伊两个一定嘛是足友好的查某囡仔。多谢多谢。林太太，我想讲唔对话是无？啊，不啦，无代志。无啦。阿婆，安尼啦，你有人客啦，阿阮先来啊，好，坐，坐你位。阿香老师，高兴认识你了。你好，你好。再见哈。我想是我来请客啦。再见哈。阿香老师，你呢来？我先代志啊。行啊，小姐。哦，好。我是有代志吼，想要请教你啦。因为最近吼有几间出版社想要找我出版食谱啦，我就想讲吼，找你甲我算看麦，看我甲倒一间吼较合迄个缘，会当合作。啊，我是有用塔罗牌吼替家己算过啊啦。啊，不过若是有阿婆仔你甲我加持一下吼，我会更加有信心哦。有啊，这倒是个问题。对啦，你中昼顿食未？啊，迄袂咧，安怎样？安尼拄啊好，我拄只吼伫个厝内底有试一个吼新的菜色啦，我就想讲要去烹饪班教学生啊，啊你敢袂使请替我鉴定一下？试只菜？嗯。啊你找我就对啊啦，我来煮哦，你妈爹爹咧煮一大堆菜，叫我来甲试食咧。安尼你就紧食看麦，这吼是我专工用红茶来做卤味的哦。
所以吼，迄卤味食起来会有茶香，而且嘛袂伤咸。来，你紧试看嘛。有影有影，有够香的啦！我迄小家仔这门窗哦，拢怪怪，啊无规间大楼的人啊，吼，闻到香味拢走来。紧食看麦。好好。安怎？嗯，赞哦，做了头嘞。你看吃起来甘甜啊甘甜，啊未死咸，哼，不怪人叫你老师，真叫搞得着。阿伯仔啊，我听你安尼讲吼，我就有信心啊啦。安尼吼，我就回去把这食谱写来，后盖吼就会当教学生啊。我是讲啊，做你的学生哦，真正有影好命。上你的课，佫会当吃到啊，你煮的好料理。对啦，嗯，啊你若是有兴趣，麦当来啊。我，嗯，二主角，哎呀妈呀，我卡手慢吞啊，这个我懂。啊，对啦，我明仔载吼要教学生煮大闸蟹，啊，你若是有时间哦，嘛欢迎你来试吃哦。你是讲来吃就好。嗯，我一定来，我一定来。啊啊，快点快点，我吃袂停伊啦。来来，你先洗背哩哦。来。吃吃吃，好。嗯，还是我好别吃寡哈。你爱吃就多吃一寡啦。嗯，真正好吃。嗯。哎，清水啊，你咸着啦，东南门那边啦。吃啦，还是东南门。哎，就唔对啦。跟你讲这边啦，你看。哦哦哦，当然。哦，好吃哦。哇，你刚才你有炸指南针呢？要不我路吼，愈行愈困难。当然哦，啊，你若拄着桂林，我嘛是有好处啊，对不？你是我的桂林啊，啊。嗯。啊！你一直行，一直行，我感觉巴肚会枵呢。啊！你就是拄着伫新的遐拄着阿香老师啦。啊！你讲啥物食好料啦？啊！所以才巴肚枵的对唔？哦，阿香老师，人温柔啦，够搞煮食。我想哪一档该做会，应该是袂歹。嘿啊，我嘛是安尼想呢。小妹嘛，过身了，好像就一直拢无搁娶啊。我想一年若是当做伙吼，哎，安尼狗啊甲小明队才抱得敢大啊，对不？两个人，两个人若做伙，迄个阿香老师的，咱当照顾好些啦。安尼小平就轻松啊。哎，阿唔讲吼，电视有咧报呢，伊讲有真济哦，接近迄个退休的公务人员查某，拢是来骗钱的呢。伊今日拄着好心，我嘛是爱甲提醒一下。你嘛较拜托，那好心较早是警察呢，咧骗钱的拄着伊哦，死路。一条，那有一定啊！你袂记啊？你当初好心就是家己退休摕去予予明德呢，啊，结果明德去娶加分啊，是讲好家在啊！明德啊，有从这边一喊到好心，那若无好心，即马连生活要安怎过都唔知。嗯，不过看因两个人安尼做素配呢，因个代志你还是卖管，啊无。好啊，一段姻缘，互你破坏，对。哦，好啦，卖管了，卖管。怎么了 ，baby 对眼？啊，东南小吃店。啊，那就拄好啊，那为东南方行，真正就有东南小吃店。不都要啦。陈队啊，啊你买来了什么票？阿雄哦，哇，那人家拄着你啦！有啊，十几年无见面啊，见面敢面色啊？莫我骄啊！你阿雄啊，哦，伊个做生意的老朋友啊！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想要到直接拄来恁，大家坐同桌啊，坐一只，后尾食饭啊，食面。哎，阿再来讲一个云南臊子面啊。好啊好啊。臊子面哈。OK 啊，
来两碗臊子面，那切几盘小菜哈。是啦，是啦，是啦，是啦。哎呀，最近好嘛？阿雄啊，啊，这几年你是走去倒位？那拢无你的消息。我当伫东南亚做生意啦，啊，去年才转来台湾，有一间建设公司。怎样？我恭喜你嘞！哦，陈哥啊，阿你嘞？啊，最近好无？你无用啥？阮个囡仔拢大汉啊啦，啊，今物阮两个拢在出门倒茶孙。陈水啊，恁奶这么早就退休，啊，水果无采啦。啊，都处理发生一寡代志啦，无退休嘛袂用个啦，我懂。陈水啊，是你靠命啦，这么早就退休享受。今晚两个翁仔某，大刚带四个咧佚佗。好啦，有时阮两个出来行行绕绕的啦。啊，但是厝内面即马剩阮两个人小对象嘛是足无聊的啦。不过我今日来休息头头做，嘛是袂歹啦。陈水啊，你若要做工课哦，无安尼啦，规期有咱公司到大三工啊吼。你啊，我去你公司上班啦。感谢谢。是啊。阮公司吼需要有经验，甲我斗相共。你做建筑这么侪年，算是老经验。哪天你也当来，我就安心啊。哦。哇！哎呦，姐姐，终于答应了。阿雄啊，阿你话，哎，我去你公司上班哦，我是真感谢。阿妈，我无希望因为讲，咱过去是老朋友，你都。哦。你放心啦，我是真正需要你的经验甲头壳来甲我斗相共。我咧啦，我先食煞，等下交公司挂过来，咱做决定。好，好啦，好来来来，好啦，多谢多谢，来来来来，坐下来哈。啊，已经十月啊，哪会搁这么热哈？啊，因公司这个体质哦，真正足好个哈，搁要做个真大个工程咧。我想讲，我家己买因公司吼，应该是就通发挥才对嘞。好啦，啊，转来已经讲几多啊，袂吹到，你别啦。你暗话是条够准的啊，啊，真正伫个东南风拄着贵人啦。哎，啊，你敢真正要上班吗？我到这个会所，有人要请我，半暝啊我就去。哦，真正要上班。爸，爸，我跟你讲，爸爸，哦，这间蛋糕真有名哦，是什么哦？专门排队去买，伊就是用伊吹哦，享受超级下午茶般的享受。你说对了，给点钱我。哦，明白明白，你也感受不到。哦，来，叫你喝哦。来来来，来，来，爸，哎，你是咧看啥？看眼睛啊？是建设公司的资料。啊？你要做顾问哦？嗯。我讲啦，这是恁爸朋友开的啦，以前我就要遐上班啦。啊？爸，啊你真要上班哦？我真正要上班啊！看下我头工坐恁们厝咧度孤，我讲我即摆有工课通好做，我有几个人精神拢来。嘛对啦，有工课做吼，其实袂歹，要唔过这个叫做老路面。王姐嘛，安尼讲诶，安尼哦。爸，你来去上班哦，家己身体得加注意，唔通受忝哦。我知啊，我即马刚才讲，我唔是一个大家坐咧厝吼，啊，食饱困困饱食诶人，我就感觉真安慰。唉，讲安尼吼，后摆我就可怜啊啦，啊，这间厝剩我一个人。嗯，阿爸去上班，你得唔感冒？哎呦，我是无聊了你。对啊，小平啊，听讲你要甲恁爸介绍一个阿香老师是？嗯。妈，你哪会知？今仔我甲恁爸去阿婆家遐哦，有拄着啦。哦。哎呀，看起来老师敢那个性真温柔，真体贴吼。哦，这老师哦，唔那温柔体贴，性地好，搞主家，哦，够善良。哦，三不五时哦，都去做义工。以前啊，佫还算塔罗牌呢，讲起来算是多才多艺，刚丢了就速配。然后我感觉伊两个人就话讲诶，我才安尼想诶啊。安尼好，安尼好，诶，啊，若是甲因杀做对哦，啊，你两个人当搬得来大啊。哦，原来你的目的就是安尼哈。废话。
啊，当天爸啊去上班，后摆踮要出来面时间嘛无偌济啦。啊，搁现在嫌去遐去上班的时间，啊嘛无一定，啊嘛无定啊，转来食饭呢。啊，啊哥啦，咱迄个隔壁亲毋啦，医生有倒来抱信安啦。后摆出来面存款一个人，啊时间倒倒，等我是要创啥哈？妈，你放心，小平啊，我说好因爸，叫伊三不五时都给伊送烹饪课，阮是用这组机会给伊，等伊结婚，阮就搬来住。 爸爸，我明仔载烹饪课要煮大闸蟹，阮爸嘛会甲阮做伙去大闸蟹卖场，安尼哦，尽量有机会当接受。嗯，来，因若是有机会定来接受，就产生感情，安尼就有机会啊啦。妈唔对，啊对啦，咱小平阿叔大闸蟹啊，我叫做你食。嗯，好啊，好啊，讲好。啊，讲着大闸蟹，我会记顶下李三毋是有摕食来恁兜，啊，讲是面前啊店的真会火啊。 够做亲嘴巴啊！哦，哎，拄好，到拜名赶快。哎，这个叫做无巧不成书，无三不成理。哎，回来有啥代志紧讲。爸，你哪呢啊？啊，那袂说，阮回来就是一个麻烦。啊，干唔是的。 啊，恁倒是摆转来，毋是代志一堆。妈，爸妈念两句，哪有遐紧啊？爸，我今仔吼是要来问你进前，迄零八五七的车保养伫个电话啦，你敢有？那零八五七是安怎样？哇，爸，你知无？天下间就这种无天良、歹性行事地个贼啦，竟然趁阮回去做找时阵。 靠你爸，武器迄台车死的，恁敢能淘汰去啊呢？也是要够超过的，吼，还阮哦，搁一个客人车转来，等者哦，搁要开一条哦，死掠恁搭钱。哎，小明，嗯，这做人想要摆，帮人看人插目，做人哦也是较低调的，安那无哦，随时都会丢钱哦。敢讲两句，林国华，啊不，今麦啥呐？现在乐祸。啊？ 奇怪，我无咧讲恁啊，啊恁现在要对号入座啊？好啦，那我电话给你啦，你家己去联络啦。哦，啊，电话几番啊？嗯。哎，哎呦，爸，这是倒一间建设公司的资料啊？嗯，这是我要去上班的间啊。爸，你要去上班？是啊，啊老朋友的公司啊，先招我去了解一下啊。 这妈唔通啦，爸，你袂用去上班呐？啊，先生袂当上班。爸，国辉是议员，你若去外口上班哦，到时候厝边头尾伊就会讲国辉不好，无咧饲爸母，唔只会害爸爸去外口上班趁钱，啊，但搁较严重诶，去互媒体知影，啊，真正无采我个人形象啊。拜托咧，我是为着选举。 换下剧本好不好？您敢唔知奥义拖病啊？林国华，你莫了拍那凉啦，顶届那毋是你甲国庆无好啊配合，哦，甲咱兜啊冤家仇文，互记者牵牵出来。嘿，啊，即马才久的偌久的时间，竟然叫爸去上班，你今仔别人无闲啊话来甲我讲健身，啊？是啊，爸，你都技术好好歇困，莫搁去趁什么钱啊啦？对啦，爸，回头你搁要赚嘛，赚偌济钱啊？莫去人爱去啊，你厝的啦。啊，阮大哥的毋是拢互你所费。嗯。哎，啊，恁两个即马是搬倒一村哈？即间厝是啝时大？恁爸要上班毋上班，都爱互恁两个批准哦。有够离谱的恁。妈，妈，阿公阿奶嘛是为着恁好啊。哎，免讲我遐尔好听啦。 男性爱作秀，厝的代志不我通通知哦。哈，可讲啥物？为着爸妈好，其实哦，拢为了家己好。恁这个狗叔叔，大哥大嫂，既然爸想要去上班，咱就要服气，爱尊重伊的决定嘛。搁再讲，爸大刚困伫咧厝的，苦苦对身体嘛无好啊。恁当然当然讲啊，爸来去上班，也袂去影响到恁啊。但是伊会影响到国会的选情，阮当然来关心嘛。
对啦，恁关心伊，我拢是家己的选择，还佮有形象。恁敢关心过百姓来感受哈？我这遮尔大汉哦，唔捌好好想恁这样子做阿爸无啦。恁讲话啊，恁阿恁妈关心才做无意思的呢。我阿祖叔，我阿祖叔，哪会阿爸阿恁爸有钱买回来，还佮上恁大家做伙食饭，要佮恁何解？就是咩？ 我叫我爸卖去上班，希望爸在厝会晓困，嘛是希望伊在厝会当好享受天伦之乐啊！还讲唔对？就是啊，而且爸已经有两届失败经验啊，爸破产两届，都害咱大家拍过身躯去坐啦。啊，即卖你若搁去外口食头路做生理，搁出啥物问题，迄是甲咱添麻烦的呢。你是讲啥话啊？难得你是查某的，我的身子给你袂讲话啊！哎，英华，你讲话较注意的哦。 大嫂，讲话真正足超过呢，不管安怎，咱做事实哪会当对爸母讲这款话，让爸母伤心嘛？但是我讲讲唔对，我讲，真正提尖啦，甲你嘴天起来啦，你哦，早都无甲我跟恁爸藏伫眼内啦，你愈来愈过分呢，我嘛是想无啥物话通来念你啦，该讲该念嘛，都已经讲到臭酸去啦，若搁讲哦，我都入去车要拖啦。 爸，爸就真正无事啊！喏，去找头路做工过嘛，无是讲啥？你咪讲啥啦？咩实话哈？哎，我咧讲话，你咧讲啥？哈？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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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拢莫阁讲啊！恁两个即马甲出去啊！我看到恁两个，我就是肮脏啦。无啦，妈，爸，啊这，恁同我走啊啦！讲走，过来，行啊，咱去走。 给了工的人，他们该会话啊，行啦，行啦，哎呦，厝内人是安怎？我都讲的呢，哼，真正了得。家己的好心媳妇啦，竟然是安尼在看我，我真正做失败。哎呦，爸。 你都甲伊哦，当作是小狗，要赔偿去赔，卖菜就好吧。对啦，卖菜，我已经够用，我当作是有空招的啦。是啊，来来来来，继续我们的下午茶啦。哎，爸，我饮料带酒，庆祝你出了新的头路。来来，咱庆祝一下，干杯！来来来，哎呦，卖安尼啊，卖油头咖啡，笑一下，好的心情才会好的开始。来，庆祝一下，恭喜，嗯，下一个。 来啦，来，呀，Cheers！爸，恭喜哦！谢谢，嗯，没来呢，没来哈。谢谢，阿爸先吹好了，我来一个。哦。 爸，歹势，到时阵阁害你干妈，逐天来替我操烦，请你阁给我一点仔时间，等我把应该做的代志拢做了了后，我就免安尼温骂你。到时阵，莫负起所有的责任，袂阁让恁感觉无面子啊。 对啊，啊，逐天哦，啊，甲你关落去房间呢，你也真无聊啦。啊，爸，以后哦，老用哦，啊，甲你再出来踅踅闹闹，啊，明仔载咱再来别人办别人，好，好。啊，是讲咱咧别人已经袂好人啊啦，啊，别人嘛都要赶紧办办咧，安尼才好多哦，甲这土地哦交予咧干成事。好，行，看到吧。
啊，八阵啊，去见去见啊，吼，拢委屈啊，无来买一支啊新的袂用的。爸是靠种芭乐，甲阮几个囡仔吃养大汉的。那片芭乐园，应该讲是伊一世人的心血。即摆叫伊甲芭乐园卖掉，伊心内一定真艰苦。爸，请你放心，咱家的芭乐园搁伫的，而且永远拢是咱林家的。我甲你保证，总有一天，我会亲身甲芭乐园交返来给你。李长，啊，你要买针啊？对啦，啊，都芭乐要采收啊，啊，找一支啊吼，啊，较佳手的针啊。李长，你来啊？啊无吼，这支啦，这支红白花针吼，是日本进口的。我也叫做吼江恒牌啊，年纪有做乌甲子呢，真侪做事人吼拢指名买这个牌子的啊。你若甲这支买回去啊吼，真白啦，一定足轻松的。好安尼啊，什么头家啊？啊，你敢有迄真的白啦威迄真啊？有，这支啦，江牌子的，足好用的了。好安尼啊。用看麦，好，多谢你啊！明达，代志拢办好啊，把行已经过吼，这是第二啊。我拜拜，总算是刚好过来。啊！这真哪里你吃哦？啊，大伯伫咧做，伊讲明仔载进前，要甲芭乐弄种办完呢。真的，不过安怎，一定要想办法，做到阮爸甲迄芭乐阮买落来。是啊，这干先生嘛有甲大伯讲，讲这芭乐会使继续种，但是大伯人就故意讲收人的钱也歹势啊。哎，这芭乐园，对阮爸来讲。迄芭乐丛每一个拢是阮爸的囡仔，伊自少年种到老，啊，即摆叫伊啊，规个拢慢掉，甲退后白白白，一定种唔甘的，所以咱一定要想一个办法。啊，想啥物办法啦？这大牛的人才故意，一定袂啦。啊，我有一个办法。真啊假啊？这样紧？可能这阵仔吼，我拢帮你办代志，耳濡目染呐。兄弟啊，兄弟啊，这个是你家事啊。兄弟啊，哎，郑总，哎，大哥，啊，你这陪兵的啊？啊，系啦，我就去甲伊拍拳啊，结果伊叫我看伊画迄个疤痕的图啦。疤啦。啊，平弟啊，自细汉哦，啊，就伫咧芭乐园大汉的啦，还甲我同款哦，啊，对迄片芭乐哦，拢有感情啦。上伊也知啊，即嘛白话人，心原来阮人足艰苦，原来真唔甘啦。卖，卖哦。乖乖，来来，阿爸甲你讲哦。这地主啊，已经开去种田给人啊。阿爸是拍算讲种甘蔗哦，来甲芭乐哦，拢甲种种落来。安尼你哦，都芭乐好食啊。乖，乖，平弟啊，乖啦。大哥，其实芭乐变慢啊。啊。而且干先生拄好打电话给我，又要叫我甲你参详一件代志啊。哦。哎。啊，是什么代志啊？哦，而且干先生吼，想要做芭乐食袂生理啦。伊刚来的时阵，我有请伊食芭乐，伊食了，我感觉讲，哦，咱芭乐菜搁甜，品质足好个嘞。若是做会起来吼，伊搁要做芭乐干，我小去过话啦。有影？
嘿啊，啊伊佫讲吼，要做迄个芭拉保养品啦。这芭拉用去做保养品咯，啊，我着知影面顶啊，伊拢用迄兰花做保养品，啊，用芭拉做，我头一遍听到啦。迄当然会使做啊，这芭拉吼富含这个纤维质，啊，加维他命 C， 你若是吼做面膜，佫会使美白淡斑；若是做减肥食品，佫会使增加饱足感。伊足好个物件呢，唔正当啊，唔食狗，你阁买遐济哦？不是，这拢是面个搞坏啦。是啊，伊讲啥？面顶个咖喱？无，我意思是讲哦，我即阵啊拢咧卖明德啦，啊，我伊有足侪迄个保养品系列册，我看过卖向。是安尼啦，你安尼最近才过来看迄册，我亲像我知影，阮人足欢喜。是啊，我细汉时阵吼，阮妈都定买迄个课外读物我看啦。像恁妈定咧讲哦，我三顿六个月饱，伊哪会用钱阁买册乎你啦？无啦，阮妈就讲吼，这囡仔的教育是上重要，伊都嫌长呢，都爱买册乎我读。其实吼，我较早最爱读册啦，迄是我读高中的时阵高中。爸啦，对啦，爸啦，总共一句，大姑啊，迄干先生吼，要叫我甲你参详些，希望你会使继续进爸啦，嘛算讲甲伊斗相共啦。哦，好安尼哦，伊甲咱买地，还阁继续互咱进爸啦。我这温情较大天嘞，恁当然爱共斗相共啊。安尼，我想即季吼，迄采收的爸啦吼，我会分你九成啦。九成？嘿。我是要放在倒，放在埕啊，先。啊，先来吼。啊，无啦，这干先生伊的仓库还未起好啦。哦。伊有甲我讲啦，讲这季的芭拉吼，也是算你的，你会使摕去卖啦。哦，安尼哦。嘿啦。安尼，恁就要好好共报答啦。安尼，我明仔载就买一挂芭拉来好食。好。明弟啊，哎，迄煎啊吼，阿爸下来去吼。好。煎芭拉。煎芭拉，哎，明德，你嘛买个大锅去煎芭拉哦。嗯，好啦好啦，明德啊，明仔阿爸哦，再带你做伙来去，哈。兄弟，真大，多谢你嘞。啊，是讲这干事情哦，啊，做人遐尼好，卡需要什么困难哦，你莫讲斗三工嘞。有啦，我定定嘛个斗三工。芭拉。啊啦！安尼安尼，我来去哈。好。好。你不知道，我真好有惊喜。你什么时阵变到这么壮啊？开发芭拉保养品。啊，无啦，我哪有迄个才调？我不是钻石人，我就一个头两粒大啊！我细声啦，讲清楚啦，我明仔载要甲一个贸易商哦见一下面。听讲伊有法度甲我的钻石人保养品销去巴拉伯半岛，我听讲迄个人的消费能力还够经济能力较好，像钻石人这款顶级保养品哦，底下应该足抢手的。金总，这个代志，麻烦你给他倒茶缸。包在我身上了，明德，要去阿拉伯出差哦。嗯。啊，我也在待了帆船饭店哇。啊。你坐帆船去哇？啊。我头壳到底在想啥？一直在甲我误会呢，我是不甘意哦。这个会所，我出去吃头路嘛，安尼真不好哦。就是讲啊，阿爸还阁想要甲朋友合作去做营造啦，这到时阵情形一定甲明明大哥同款呐。哎，你们通啥？陈头家啦，不是啊，好些工作啦。快快快快！
情吼，有啥代志叫恁讲出来，我林国辉绝对替恁讨这公道回来。来，讲。是啊，请问恁是不是有劳资纠纷啊？林议员，你伫阮的出版这边做法会，害阮出版收起来啊，即马规个拢停工啊，害阮无法度上班赚钱，我一定要讨这公道啦。听我甲代志讲好清楚，这件代志跟我一点仔关系都无。迄火灾不是我引起的，迄是恁进前迄个信美集团的总经理林明德啦。这个代志吼，新闻无报，报纸嘛有刊，你无看哦？对啊，林明德吼，伊无法度控制家己行为，才会造成这个意外。我嘛是感觉足遗憾的啊。那要搞这林都扫别人啊？伊一定拢头壳歹去啊！伊哪有可能放火啦？对啊，伊就是头壳趴歹，唔才会放火。喂，今日讲话拢控伊啊，嘛袂人讲话。无啦，我意思是讲，我意思是吼，阮就无甲注意啊，伊才去生火，唔才引起恁工厂失火。嘿啊！哎，恁无顾好，恁嘛有责任啊！我看根本就是恁想要诬赖伊，其实害阮工厂倒火是恁啊！小姐，你话唔通我白讲嘞。林明德也是大人，都已经替伊承担啊，赔偿金嘛已经付啊。啊，若不是伊做的，伊爸母敢需要付这笔钱？来，各位，恁的委屈，恁的艰苦，我现在完全会当体谅。那因为哦，恁工程停工，害恁收入也无稳定，那恁应该去找恁当署长邱正权啊，因为伊甲赔偿金哦，拢藏在伊家己一个人的落地啊。有啥是安尼？你嘛要替阮出面啊，因为你们做法会。那我们工厂烧起来停工，你就要负责啊！是啊，你把我们当作假人，就想要凊彩把我应付哦。我有叫记者来找你哦。有，我有叫记者啊。工厂火烧是林明德造成的，你将所有的责任都撒给伊，敢讲你家己的代志传出去，会让你的选情造成影响，是唔？你是多一间记者，莫胡白乱讲咧。我第一时间就跳出来澄清，哦，我用我的人格来挂保证，这件火灾跟我一点仔关系都无。啊，下个，好，下个。伊万，虽然你讲这件代志甲一点仔关系拢无，啊，不过你哪会当伫别个工厂边啊烧金纸？迄个所在是洪水师傅建议的，我只是照伊的话去做尔。你们从头到尾都在推卸责任，只是我过分的啦，我看你哦、喔，退算好了啦。退算好了。你的工厂会火烧，停工，无得上班赚钱。你应该找是你的头家，这责任是伊才对啊。伊哪会当摕到赔偿金，就对你的生活不闻不问呢？长虹小姐，你是？林议员，你好，我是独家出版社的编辑，我姓刘，我叫刘佩佩。刘小姐你好。多谢你的仗义直言，今日忠盛公王跳出来哦，替我讲一句公道话啊！请恁大家爱冷静啊！今嘛，恁应该找的是信美区董事长，等火场的鉴定报告出来，到时谁对谁唔对，自然就会知影啊！就是啊，各位，多谢林议员已经给恁答应啊，恁若是等去找董事长讨无钱，快紧，议员一定替恁出面去排解。各位好朋友，我林国辉是一个议员，我一定以身作则，绝对袂知法犯法，甲这么大的责任哦，送给我亲人也去。而且我嘛真相信哦，检调单位伊调查报告出来了哦，一定害我一个公道的。是啦，好，阮等报告出来，叫董事长给阮一个交代。行，咱来等。谢谢。
感谢哦，真加载啊，有你出面啦，感谢你，感谢了。不用客气啦，谢谢你，多谢。我只是吼，用我客观中立的原则，讲出我的看法啦。议员，议员夫人，这是我的名片，多多指教。哦，是。哦，多谢你。大家吼，拢叫我佩佩啦。哦。佩佩，你好，我叫佩啦。我看看吼，甲你做投缘呢。其实我甲你吼，读同一间学校，你是我的学姐哦。真的哦，嗯，好，安尼真正做缘呢，就拄好啦哦。啊对了，刘小姐，你今日来我服务处是要来甲我采访的哦？不是啊，我是听其他的报社记者吼，讲有员工要来你这抗议，我就对因来啊。其实来找你的目的是有另外一件代志啦，这是阮出版社吼，想要对你做出一个专题系列的报道。问政台下的人生不能说的秘密。哦，你是狗仔队要来挖新闻的哦？不是啊，议员，你是为民喉舌的议员，嘛是人的后生，嘛是夫人的翁婿。更加是囡仔的爸爸，阮想要吼更加了解你私底下的生活啦。啊，所以佩佩你的意思是讲，要做林议员的专访，访问伊的家庭生活，啊，了解阮夫妻相处，甲亲子互动哈。是啦，是啦。啊，哎，古辉，安尼袂歹哦，那当然哦，就这个机会，提升你的亲和力，对孙姐一点帮助。哦，来啊！来，我甲你请问一下，好唔？除了我以外，你敢有请别个议员？议员，你是阮头一位吼，想要专访的议员呐，所以这点哦，请你放心啦。而且议员最近吼，负面新闻真多，你一定有足多话吼，想要替家己解释。哎，阿安尼啦。阮伫遮家己员的 schedule 给你，这礼拜 schedule 弄给你，你就带来阮走，给你做贴身专访，访问议员，还佮身躯边啊，遮所有重要的人。多谢夫人。我甲你讲，刘小姐，我是一直真替阮选民咧拍拼哦。啊，不过吼，我的对手一直甲抹黑啦。即摆总算讲有一间媒体哦，会当跳出来替我平反呐，感谢。无问题啦。我一定如实报道。佩佩，真正麻烦你呢。既然哦，有做这代志要为选民去做诶，这平房啊，一定要帮阮做，好所有诶选民知影讲，既然来用心良苦。无问题。小陈，你赶快一时间就好结婚哦，提下刘小姐。好。刘小姐，我跟你讲哦，你的体力也真好哦。哦，我的行程是满档啊，逐工都满档哦，明仔。八点开始，没问题，我认真时到。刘小姐，来，这边给你。多谢。议员，哎呀，议员夫人，那安尼吼，我就无交了啊，我先来走。好，我顺便。明天见啊，明天见，麻烦你啊。嗯。国辉，那把黑花鬼真正有好呢，你看。我想到出现一个贵人，哎呀，咱就靠伊即届专题报道，甲咱即几工输客票全拢一届甲赢转来，即届选举吼，当选应该是无问题啊啦，对对对，认认啦，好文未来啊。喂，是我，多谢嘞。我照你的方法去做，已经成功吼，得到伊的信任吗？妈已经摕到 schedule 啊，为明仔开始，我就要贴身采访了。是啊，假使会当为伊遐，我做一挂算命唔知影的秘辛，
还是政治界的秘辛，安尼我报道吼就成功啊！到时阵我一定好好答谢你的。喂，喂喂喂。可能是我拄只关门的时阵，无先去试着啦。哦。啊对啦，你看我今天有啥好看无？袂歹看啊。你若无问我是倒位买的，你应该无出门啊。无啦，我今天都在家里看书和 DVD。哦。那你就是伫网络顶头买的哦。嗯。你今日看起来心情袂歹啊！当然啦，林家赔偿的钱摕到啊，心情当然嘛好。阿伯真正给你钱啊？嗯。是讲你球场这么多，不会太超过吗？我今日无想要为着林敏的代志跟你冤家。我是有一件真重要的代志要跟你讲，过两天啊。爸就会做记，伊在生的时阵对我们真好，所以我想要伫个旁边啊，加种几丛白玫瑰。你即摆安尼讲，当我是安怎要有遐话要当阮爸的墓园？你根本毋是真心的。嘉芬，我有讲过，迄是开发部的意见，跟我无关系啊。你想我嘛一直表示反对啊？邱正贤今日哪会这么反常？不管安怎给伊叫，伊都袂生气。安尼根本就落袂着正骨。嘉芬，给他换来一桶小粉粉啊！好嘞，好。嘉芬，喝鸡汤了。来，阿姐，姐的，我喂你喝鸡汤。别走啊，我无想要听。你外面身体哪会好啊？来喝一点。我管我什么拎，就管什么拎啦。正贤，哎，完蛋了！哎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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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来，来，来，嘉芬啊，你哪会安尼啦？人正贤是好心要甲你饲呢，迄根本就是假好心，表面假到最体贴的，私底下拢是咧控制我，甚至根本抓我出门。你根本就是因为林明德的代志，你报复我。你哪咧误会正贤啊？林明德的代志已经放水流啊，我搁咧替伊感觉足唔甘愿呢。结果伊甲我讲，因为伊足爱你，伊无法度无你。迄根本唔是爱，他只是以爱之名在凌迟我，甚至搁搁啊背阮爸老老的圣经，曲解耶稣的意思，还叫我这个妻子的。要听丈夫的话，他根本就是魔鬼，神经病。嘉芬，正贤都无咧信教，嘛无咧看圣经，伊哪用圣经去控制你啦？邱正贤，你家己甲你妈讲我这件代志无？好，你先卖生气，好，先卖生气。妈，伊先讲嘉芬有产后忧郁症。有时阵情绪较激动，加讲什么话拢袂记，你莫甲伊计较。不过伊嘛袂安尼，是误会你啊。想叫我爱伊，就当作是我欠伊。邱正贤，你莫阁讲这款话啊！伊伫恁妈甲外人面头前，拢假做足体贴的，私底下根本不是安尼对待我的。嘉芬，你莫一直讲这种话好不好？我讲的是事实。你妈，嘉芬加油，时间到，好，你先出去，我来处理就好。你妈不谢给你啊，来，你先出去，好，我来处理。
你别生气啦，啊，无代志啊。嘉佩，一个好太太，敢应该用这种态度，甲大家讲话？是的啊。而且你敢来对我真侪不满哦？无。用讲哪有好？爱用写的才会记。来。走。家里很过数。殿下。他就过。对不起，我又错了。邓姐，你在唐家的所在，干嘛去抢一个啊？虽然反应是较慢，那么至少够我的体贴啊。看起来会够输哟，写较济哦，真正会改变的啊。来，金夏，写好以后啊，甲你较早写一只悔过书，好好再复习一次，看你唔会跌倒的。殿下，写好了。来，我看。你比较乖。爱记哦，同款的错误袂当阁犯嘛，若无我会阁生气哦。喂，杨万喜。我查好以后跟你讲。啊，你等我一下。何太。好。总算给我提到证据啊。个小茹，你来这上班，还是因为你家己的能力？我一直把你当作我家己的小妹，我出珍惜咱这缘分的。阿哥，特别我有阿姨妹，伊侮辱我的时阵，你拢替我讲话，这我放在心肝内。你真正足贴心的呢，无怪明星会介意你。你嘛足侪优点的啊。我来这上班，你对我这么照顾，我在你遐学着真多呢。
会当做你的下属哦，真正是我的福气，我敬你。嗯，安尼我嘛要敬你。嗯，你是我见过最乐观、最贴心的员工，以后请继续支持，有了西哥，有了西哥。太感人了。我哪会误会伊？我若知影，那是我甲伊最后一次见面，我一定会好好珍惜。即卖，我永远欠伊一句实在。我阁予人怀疑是台企的凶手，我若真正予人判罪，妈一个人是要安怎生活？是不是会当说情话哦？请你一定要保庇我妈，请你保庇伊，一定要好好活落去。我甲小茹一直相依为命，虽然伊毋是我亲生的，啊，毋过迄个感情早就超过一般人母仔囝。当初若莫答应尤其家己教我囡仔，无得我今日这三囡仔命就完全无共啊，小茹。妈妈知影你是予人冤枉的，你放心，不管有偌困难，我一定想办法救你出来。就算讲我代替你予人管，我嘛甘愿。身体照顾好了，我袂用倒落去。你讲白啊，当初所做一切，假使若是真正的报应，是爱受的报应是我，莫阁一摆阮小茹好无？先去甲回室内啊，再甲关心是安怎，伊的心情无好啊。你陪我去好不？我现在陪你去。你拄则骂人，毋是真有气势，即摆要甲人回室内都无打，我不爱咧，我要等去餐厅。哎呦，拜托，求求你啊，十分钟就好了。嗯。嗯。家己悟出来问题哦，家己解决啊。嗯。我走喽。早知影发生今仔这个代志，我就应该陪小茹去甲安琪回室内。无你卡，
果然替小茹作证。即马证人的证书拢对小茹真不利，伊搁放关伫内面，受着压力甲折磨，一定害伊的目睭状况愈来愈歹。哇！医生啊！喂！你搁咧烦恼小茹的代志哦？无啦，我是想讲啊，后早去看伊的时阵啊，伊连爱擦目睭的药啊，无小茹一直咧哭啊，对伊的目睭无好。我相信伊是无辜的啦，司法哦一定还伊一个公道。我是烦恼小茹伫咧内面哦，过了没关系，内面的状况我真清楚，一种痛苦折磨。不是一般人会当承受的。我小茹哦，伊真坚强，希望伊会当度过这摆难关。啊！有无即摆警方的证据，也有证人的证书，拢对小茹真不利。所以我是咧想啊，我爱亲身去案情的办公室一转，找看卖啊，有啥物对小茹有利的证据。小茹的妈妈、阿兰啊，家己一个人住阿遐，无小茹伫咧照顾，身体阁真歹。我看哦，规日才来咱家，大家会当互相个照顾，哈。嗯，当然啦，我当然要替小茹好好照顾兰姐嘛。生日快乐！我都讲唔要送我礼物啦，你去找伊买哦。嗯，这条件我是愿意的哦。你若紧去交一个男朋友啊，有你的男朋友来替你过生日，送礼物给你，安尼我就做小弟的，就免这么麻烦啦。孙永和，我也想好不好？我无时间。无时间，你呀、啊。平常时除了工作还是工作，你当然没时间啊。大姐，你伫咧日威集团这段时间，你每一年拢打破业绩记录呢，干嘛不拜托你呢？把你的脚步放较慢呢，别逐工都叫你拼命啊。交男朋友啊，这是小块代志啊。要唔过你若是把你的身体拍歹去，安尼是要安怎？哇，好啊，你别搁直直的啊，我收到了，好不好？卖替我烦恼，看卖啊！你为什么傻瓜？好期待，好期待哦！哎，哇！是不是跟你刚才小花就做讲的？一模一样哎！我好喜欢哦，谢谢。哎，严格论斤讲起来，这不算是礼物呢。我记细汉的时阵啊，无说去家己的雪花球啊，滚破去。啊，虽然讲话你无骂我，用过我永远拢会记。你为着迄个雪花球，哭甲出伤心的。所以啊，顶礼拜我甲姚文去踅街的时阵，我看到这雪花球，我紧甲买起来，希望可以分弥补你。哎呀，永和，你无需要弥补我什么悔啦。你是我唯一的弟弟。所以你爱记的，不管你闯什么祸，我永远都袂生气。唉，你是咱小家唯一的后生，虽然表面上你得到所有人的关爱，啊，不过我相信，就因为安尼你压力足大。啊，不过咱永和足厉害嘛，足出头嘞，都没有让任何人失望哦。看着你今仔日的成就。大姐替你做欢喜，我家两阵无人有法度体会我所受到压力。大姐，多谢你。你卖个客堆伫搞啥？我两点要离开啊，你爱去的。
替我好照顾爸。你要离开，你要去倒？你先听我讲煞，有一件代志，我想要你了解。虽然我妈甲伊哦，定冤家，唔袂好，啊，不过用到你敢知影？我妈足欢喜你来小家，因为有你，才能减轻对小家的亏欠。所以有一件代志，你一定要答应我。你若有能力，一定要化解他们之间的心结，知无？这我知啦，大姐，你到底是要去倒啦？咱先点物件，一边吃一边讲，去啦。大姐，对起来服务生。大姐。大姐，大姐，拜托你，你别讲出来好不好？大姐，你放开，要不你死在这里死。我今晚来救你。我求你别讲出去，我就要生在倒数第二，到时阵我嘛生你做执行副总，你要爱什么条件，我拢会答应你。你莫用金钱来做条件，小吴是我的兄妹，我想要阿姨得到伊应该得到的物件。我嘛是你的兄弟啊，敢不你要看到我失去你失去一切？你甲小家一点仔关系都拢无。大姐，你别走！大姐，大姐，你别走！大姐，你别走！你别走！大姐，大姐，你别走！大姐，大姐，你别走！大姐，大姐，你们走，大姐，大姐。对不起，大姐，我对不起你，我对不起你，大姐。永和，你是在挂线了。永和，妈，妈不应该的，大姐也不应该死，所有人情都不应该我生的。永和，你从细汉跟安琪两个都生做伙，虽然讲阮大人的关系非常的复杂，不过拢无影响到恁家庭的感情。我知影你无法度接受这款代志，啊，这代志已经发生啊，难怪艰苦都无效啊，啊！你敢会为了大姐伤心艰苦？
你哪安尼讲啦？虽然讲我甲伊妈妈袂合，啊，不过安琪是我自细汉看甲大汉的，我心肝内边哪会袂艰苦？大姐是啊，对无人会讲出我真正身份，妈妈哪无法度会去威胁到你伫小家的地位啊？永和，尊叔讲我看重我伫小家的地位，我嘛无可能安尼想啊。公公，弟弟的心肝内。我是一个这么没人性的人，妈，是的，我不应该对你讲这款话，我不是调羹，是的啦。永和，安琪不行，我跟你同款艰苦，也不过咱袂用因为安尼就失去你弟。但已经失去一条命，即马阁有小茹，嘛去受着大累，予人指控伊是杀人凶手。永和，妈妈知影你即马入场，无方便替台西安琪的嫌疑犯拍官司。啊，不过小茹的个性，咱拢真清楚。伊要哪有可能做这款代志啦？所以我想要拜托你讲，私底下来斗三工，找看有啥物疑点，莫让小茹受着冤枉，好无？妈，我拄则拢会以为受过伤心，是去你对你讲出迄不敬的话，但你小茹伊嘛有可能以为，知影大姐家己迷信。嘛，赶快做出失去你弟的代志啊！即马小柔有杀人的动机，而且靠遮尔侪证人，出面指证，伊甲大姐之间的恩怨，还阁有冲突，想要替小柔脱罪，毋是一个简单的代志。像安尼讲起来，小茹和安琪是我害的。我若歹为着要刺激安琪，当大家面讲出伊介意明星的代志，安尼这个不幸就袂发生啊！原来这一切拢是因为我引起的，我才是真正的罪人。妈，不是，你不是罪人，你不是罪人。大姐伊自细汉甲你关系本来就是安尼，这袂当怪你，袂当怪伊啦。永和，不管哪讲，这一切拢是因为我，拢是我害着安琪甲小茹的。这件代志，我应该负责任。啊！不过连你私底下斗三工都唔肯，我即马阁有法度去拜托谁？妈，真正不是我唔肯，这代志对我来讲足为难的，但是我又放家己袂记哩。小朱伊太爱那是大姐。万一那是我爸要跟我大妈知，我要安怎面对？这，我应该到三更暗藏，因绝对袂发现的。想要安排一个秘密，够不让你简单。当年你用小茹搞我活回来。一切拢安排到真周全，结果最后嘛是赶快予人发现啦。
就算爸还阁打骂因，暂时唔知影。我出面替小瑞拍官司，以后咧，你敢真正廖俊讲，什么秘密拢会暗藏一世人心？啊，不过照你对我讲，对案情的判断，小卢真有可能会叫我判重刑。这拢是我害安琪甲小卢的，安琪已经无啊，可是我若无够替小卢做一点仔代志，我良心会不安呐。永和，妈妈救你，妈妈救你，你紧替我想一个办法好无？永和，妈。永和，我拜托你。我这个学弟，伊对刑事案件真有经验。明仔载我打电话给你，你去问兰姐。伊若是要为替小茹找到律师，你得甲我学弟介绍给伊。我当初的只有安尼尔。好，我明仔载问伊。永和，莫想遐多啊，吼。进去困，啊！乖，哈！要怪，都要怪你妈，这一切都是伊造成的。伊唔要伤害我妈，伊嘛造成你的痛苦，伊靠小茹失去伊原来所有的一切。小茹本家的日子都过得无好过，为着生活，辛辛苦苦做遐尼侪工过，敢讲你心内对伊一点亏欠拢无？这一切，那不是我愿意看到的，这嘛不是我造成的啊！永和，你哪会当安尼讲啊？你妈为着我要让人知影真相，一直逼小茹离开公司，啊，搁有，伊为着要保全伊的小家地位，就算对伊家己的亲生查某囝，伊拢会当遐尼无情。这一切虽然不是你造成，不过你知影真相了。你嘛是无要甲属于小茹一切的物件还给伊，你的自私甲无情，甲你妈有啥物无共啊？大姐，大姐醒了，我是没错，真歹势，我想讲吼，阮爸伫咧厝无代志，啊就想讲就伊做伙出来跟大家一起，就是跟你讲一声，真歹势。无要紧呐，赵振兴啊，阮等下哦要去上烹饪课，你要做伙来无？好啊，我来看小平哦，到底煮什么菜？欢迎欢迎。哎，要帮你做介绍吗？啊，没关系，我们自有自备美食达人，我们自选就好了。好，那你慢慢选喽，慢慢挑选。好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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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青春白，大家都好啊。蔡三仙，啊是安怎呀？无啦，
阮爸爸吼叫做林清水，甲这名多共款。哦，那你家都好啦，无怪你会笑到安尼。对啊，爸，我听明星哥讲吼，因店的大闸蟹嘛是比较叫回呢。以后你若爱食，咱就去明星哥遐食就好啊。这虽然无算贵啦，啊，不过嘛爱公开呢，你要请哦。我请你啊。老师，嗯，啊，这大闸蟹不要那么紧啊。要紧好食的大闸蟹哈，要看伊的重量、外观，啊，够有活动力啦。啊，重量吼就是跟迄种较重的，迄内底吼较有肉嘛，较有骨。哦。呀，老师啊，我之前嘛捌听朋友讲，讲大闸蟹嘛要紧哦，要看伊后斗。对。啊，个圆圆巴巴的哦，就是伊蟹膏较重。嘿，这吼是伊新闻节。哦，曹先生，你讲了真对呢。啊，那是吼，讲到伊的外观吼，你就要看，伊开车边仔家吼是青色或墨绿色，啊，够伊巴豆家吼是白色还是乳白色吼，参照这种的较青啦，这种就青的。啊，来煮大闸蟹的时阵吼，一定要外去煮，啊，来用细的去煮哦。哦，我来讲迄味哦，应该有个阿摩尼亚味。哦，对对对，你讲了真好。哎，那是食到死的吼，有可能会中毒哦。嗯，哎，恁家看，迄活动力吼，你就要看伊的目睭有无，一直在叮当，参像这种吼，就是歪啦。哦，你看我拣的这只吼，袂歹吼。我拣的这嘛，圆圆巴巴的。嗯，袂歹袂歹。你看伊两个，肯定有想阿爸无？我长得更肥呢，然后就瘦。当然啦，阮水果刚刚当然嘛好。我那跟我这个外观好，活动力强，屁股又翘得超级大。嗯，少错。哎，你们啊，都讲我讲的话，你敢有记起来啊？哦，我已经输入我的大脑了。爸，我看你跟阿桑老师一搭一唱，默契十足。其实哦，你应该去做阿森纳的总理啊！我卡啦，我啊出一支嘴正正的啊！啊，要叫我主家，我无在挑啦。哎呦，每一个人吼拢有才能啦，啊，亲像你啊，你嘛捌足多，迄就是你的才能啊。哦，这嘛算我是一个才能。当然嘛算啊，无你迄什么专业美食评论家，这个名声吼为倒位来？哦，好啦，讲来嘛是有道理啊。加紧几只啊！来紧哦。哎，注意哈，重量、活动力要圆圆的，胖胖的啊，也外观呐。嗯，平姐哈，叫你好爱给你指甲，指甲哦，指甲袂歹。既然要开始行脱维稳，嗯，安尼我以后家己话变。的形象都要较注意起来。哎呦，照镜了照镜，我伫遐闷闷啊笑，钓狗哦。钓乐透啦，钓狗。哎，婆啊，食老都爱认老啦，几岁啊？可怜哦，一个面像咱姚佩佩，毛尾阁碎碎。我看你这个面哦，提乌豆来乌豆都乌袂平哦。哎，我想啊啦，你这个嘴一定爱遐歹哈，别拿来我吃哦，那无甲我开两句啊，你都唔甘愿哦。甲你讲算笑，你安尼气喘喘就气啥啦，小气鬼。哎，来啦，好啊，我煮好料要你吃哦。来，慢点，我看啊，你要是保持你一摆嘴。哦啊，这平庸变啊温柔，哎，我那家务规个较规大家去啊，你啊，哎呦！你个人哪安尼啊？啊，准备给儿子，你可不欢喜？嘿嘿嘿，我为了本身去了，那平庸。我请教你一件代志哦。嗯。啊，你那定定要提物件来我吃，啊，你对我吃好是要创啊？奇怪呢。我对你好，煮物件给你吃，你也无欢喜哦。啊，无啦，这当然不是这意思。我是讲哦，你煮这物件，一定要做些精神，啊，去专工提来给我，这嘛一定要做些时间呢。
你至少吊这么多精神，你甘愿？拜托的，你莫想太多好不好？我不是专工，我是顺势好不好？啊，你嘛知啊，像你这么像我甲中宝，都啊老人与狗。啊，我若不去做石头节了，马英先生做无聊，我阁爱煮食啊。是你阿婆先生才有好去试食我煮的物件呢，哈？没法试食尔啦，对不对？啊，你想想这啊？啊、拜托你给我试吃一下，吼！这里面哦有我独家的配方，我是外辛苦才研究出来的。我绝对哦没有输我什么阿香老师的，跟你讲。哦，这阿香老师，人是专业的烹饪老师，你是提到是点要旁比啦？哦，你讲是什么话啊？哦，人叫一个老师当在盖楼啊你？我是无开班教学生的，我若是有吼，我学生嘛是爱叫我一只阿朱老师的。阿朱老师，有影啦，唔知是倒一个朱吼。你是要死啊哟啦！拜托你食，你甲试食一下啦，看是阿香较厉害，还是我较强啊？好啦好啦，你食有生意啊，当然是试食一下对不？算的。哎呦，安那会去卤味啦？啊！你都还袂吃，你口口嫌，你嫌啥啦？不啦，我昨食足侪卤味啊！你即摆阁叫我挂只卤味，我吼，我直接就要吐出来。吐你妈个吞嘞！啊！你叫我甲食，食。不啦，去昨个阿香老师人摕足侪卤味来给我食，你即摆叫我要哪个食的卤味啦？你看呀，昨阿香老师有来催你。是啊，伊嘛是料理足侪这卤味来我试食。李倩怡今天有个邀请我去吃大闸蟹呢，啊你啦，你这卤味嘛真好吃，啊不过我今麦吃不了，我先来冰起，明仔载天一光，我随来给你品尝，好，好，你卖吃，你骗我，我干嘛到了盆那起地，我都没送我一家啦，做你卖吃。你这样想啦，你这样还搁袂了，你搁避免啊嘞，你实在哦。吼，我安尼好心么才辛苦煮物件你食，互你嫌到安尼，我袂配面哦，当作我无神经的哦。吼，你跟阿香老师是恶一下无？较温柔的，人性地啊，你啊歹啦。吼，听你讲话，鬼鬼听啦，开嘴合嘴，阿香老师，阿香老师，我互你去杀掉你啦，你先拍伊哦啦。你唔通白讲，咱是讲许要替好生啊找一个某咧，啊而且人个阿香个面相，啊拢像真好，你安尼实际我白讲啊，我惊误会哦。讲到真好听，好听都袂跳针啦，替好生啊介绍老婆，我看你根本无找，替你家己找伴啦。你来真如啦，你是这样，我看你是朋友尔啦。娘拉掉伊某啦。低哥背啊，三不五时就去找人，哈，搁假大假细，你配去啊，假中毒啦！伊邀请我去啊，我去袂用的哦。人叫你落去哦，应招难哦。啊，边大甲你讲啊，真是。我嘛边大甲你讲啊。看起来我的桃花应该不是雷珠才对。啊，无奈，逐摆跟伊讲话都安尼气心落命。马主任，我金光你看啥？冇看过，冇看过是啥无？那不即摆是安那？我看你还坏哦。还坏啦，唔知哦，唔使看啦。卖看，卖看。哎，阿婆，阿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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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姐。哎呦，阿老妈，我来看你面色，安那？你身体啥啦？那看来足虚的呢。是啊，阿谁啊？阿小茹，大人带去看诊所啊。啊。我想等要来家看，啊，我伫家来，想要问阿婆讲，看小茹这代志，我法度化解。是安怎小茹会放你去看诊所啦？咦啦，我看成什么代志？啊，都安置房太死啊。啊。啊，大龙讲，怀疑讲小茹是凶手啦。安琪用台戏，这安琪不是婴儿姐啊？是啊。哪会安尼啦？啊，就是大龙在讲，意思讲，
讲阮小茹啦，拢是为着明星啦，啊，才甲安琪台死。我感觉，怕死我，我嘛关心讲阮小茹做这代志。对啊，一定是很玩弄的啦。嘿，一定是安尼啦，是讲夭寿哦，安琪还少年就死哦，我煞来牵连着小茹。啊，即摆小茹啊，伫内底啊，一人安尼孤单，啊，搁惊吓。我真唔知什么办法才发大吼，看阮小阮你平安出来未？阿妈妈，你家己身体保重，我注意啦，你唔通拍落去呢。哦，你是要叫恁查某囝啊？我知影啦，唔是讲我拜托婆啊，吼，替我算阮小阮发大吼，飘过一关无啦。嗯，你是当面来啊？来，我给你切一下哩。好，来，姐姐。好，姐姐，都注意啦，好，放心啦。来，想到啥，你写啥。啊？来，写。还是别写啥啦。我想过。在这个厝内写一个牛，那得路啊！看不快，小路受着路甲之灾。牺牲的牲，内底嘛一个牛呢。安尼我确定小路是受冤枉啊！伊是替死鬼，替凶手来咧牺牲。啊，你讲我多好解啊！有，伊确定当洗清完咯。因为啊，这个牛是这个生的开始，伊一定会当重生。哦，来，我来替你啊，跟一个天下的天下事，啊，你等于出去喏，准备一个红布，红布一支用叉子的钢腿啊。哦，啊！你提来我这，我先替你开工加持。然后我会伫这红布顶管写小斋戒的开运下罪，刷来得个红布，把这个工具也给包起来。啊！你提回去了，伫恁头的出入门的壁，啊，甲贵金厝一正中心的所在，拢啊讲三个。哦，啊，嘴来念哦，请上天下面罪过。消毒官司，大事化小，小事化无，大吉大利，安尼样。安尼对当吗？要洗清冤枉，这就上好的办法啦。哦，哎，啊，拢讲好了，讲对啊，替我甲等着讲，红布甲烧掉，哦，安尼对当消灾解化解官司啊。哦，安尼我都好放心啊，安尼无法回来吼。这心酸酸的。哎，对，小茹，小茹的背地我有啊，你去穿一束哦，小茹穿的衫来。哦，我替伊啊找一个套路位，这煞救贵人，然后佫提点一个灯明灯，昨夜运势，看人会较早出来。好啊，你，好嘞，多谢你，不使。啊，你来，别客气，这应该做。麻烦你。哎呀，这边，没啦，没得去，没得去，你们，你大概都麻烦你们，没事。好，看到。你都保重嘞哈，那上操烦嘞。我知啦，我知影啦，你多谢你啦。好，我进来先来看手。好，你是唔想上船嘞？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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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呦，哪会发生这种代志？啊，你看小茹，啊，这尼啊乐观的人，他有可能会害人啊？阿明这样冤枉的啦！啊，你看阿兰妈安尼表情，我知影心内已经足痛苦的啦。我看我来找时间，较早来陪伊咧。拍摄，我要出门啊！你物件提啊，来见。你要倒？我不是跟你讲过，我要吃大闸蟹啊！我嘛要去。嗯，
你妈要搞伊皮，我当然不邀请你啦。嗯，我要来看，看那阿香老师到底是偌厉害。你唔通袂记哩哈，阿香老师是国华甲小平要介绍因爸哦，我爱甲你讲好，袂煞了袂来。假钱大假现，你莫想想遐济啊无？我不管，我要甲你告嘞。你是惊我叫人拍伊啊？我是惊好像路边叫你拍伊啊。唔爱同你讲啊，要来。不能，你讲哪安尼啊？喂，你我要记得着啦。好啦，要对就对啦，你靠爱对咯。你是搞弄咩啦？乖宝。喂，尤姐，阿南，小卢的律师你找好未？阿未啦。你今仔还袂替小卢找律师，你是咧创啥啦？是问我咧创啥啦？哦，为怎啊今仔哦，拢咧替小卢代志咧走状呢？啊，小卢自细汉到我吃大汉呢，我对伊的感情，敢会比你这亲生阿母加少哟？莫定记得我哦，听着电话端你家即位啦。阿南，是的啦。我唔是咧招逼你，我是咧关心小卢。我家一人伫厝诶，我愈想愈惊。我啥物拢无法度替小卢做。你烦恼伊，你用得去看伊。啊，我咧，我连要去看伊诶立场甲理由，我拢找无。阿兰，你知影我心肝内偌痛苦无？尤姐啊，我唔是超工要甲你大细声啦。我真正为着小代志，我嘛足烦的，唔知会对你安尼。阿兰，咱即马莫浪费时间啊！既然你无法度找到律师吼，我答应地会传一个地址甲电话号码予你，你去找伊。这件代志我无方便出面，啊，不过你放心，钱我会出。啊，我嘛已经问过律师啊，律师有讲，只要小卢的饭后态度良好。啊，什么拢爱老实讲，将所有的情形哦，拢交代啊非常的清楚。踮法官的面头前，爱表示讲有悔改的意思，安尼伊才有法度轻判。是甚物悔改啦？啊，小卢都无杀人，要悔改啥？阿南，小卢，小卢伊若无想要拖较久，伊就爱认罪啊。人拢毋是伊杀的，是要认啥罪啦？即摆有遐侪人拢出来作证，小卢伊毋认罪。对伊是等到不离，你知无？啊，有就讲有，无就讲无。啊，无做代志要安怎承认啊？对不？尤其啊，你敢袂相信讲小卢是被冤枉的吗？我当然相信小卢啊。啊，不过事实摆在眼前。尤其啊，是啥物叫做事实啦？啊，小卢就是冤枉的嘛。阿兰，好啦，咱卖阁讲啊啦。啊，你等一下，你嘛卖阁传啥物地址啊、电话号啊啦。我家己会去想办法来救阮小卢啦，吼，好了，再见。喂，阿兰，喂，唉，今晚我到底要哪做才好了？是调工空的头的，别急，莫这么紧张。你本来就刚好休困啊。我只是要跟你讲，我要去上班啦。早顿已经替你穿好，就伫楼卡。这个替我穿早顿啊？不是啦，是妈准备的。前一阵妈去香港出差，我就忝的，我就想讲，我去休困，顺便留伊在厝陪你。安怎？你不欢喜啊？哪会？我一个人伫厝诶，嘛足无聊诶。妈伫诶，拄好会当陪我开讲啊。那你有什么需要，做你甲妈讲。啊，毋过会记诶哦，
什么代志会当讲，什么不应该讲，都要有准则。我在。快，我现在上班了。吃啥顿啊？花开迄一时，寒冬渐渐变春天。